得我第一次来看到这个馆的时候，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好漂亮的一个馆，它能够融文化体育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场馆设计，而且很多的细节我们看到了都是非常用心的，它的整体的标准非常高，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在我们整个大湾区最漂亮的一座馆，所以我们期待啊，除了有更多的演唱会啊、文化娱乐的活动之外，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那个室内体育赛事能够在这个馆进行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accompanied by our Yao Junior players, please welcome the International All-Star Team.當然就是我們中國最偉大的籃球員姚明，還有都很出名的林書豪，所以特地來看這場比賽，覺得很震撼，然後也是第一次去觀看就是這樣的籃球比賽，然後覺得這個場館設計的就非常的新，然後比較的先進。